哒哒哒，两只兔兔。出发，兔兔被抓走了。哎呦，它没有声音呢。It will be okay.可以帮你哦，这感觉就是坏人会说的话。A B 空白键，啊，这游戏有声音吗？你有听到吗？我真没听到。躲起来，怕怕。噔。什么意思？哎呀。兔兔怕。哦，他会先眯眯眼，然后再开始看。好恶心哦，他那个压迫感超强。背景音乐我没听到。Rest to reset. 啊，要死！差点破盖。跳！没摔死嘞、欸！兔兔脚真好。拿到成就了 ，Where are you？ 另一只兔兔，那我们再一次。开始可以牵着。Reel in 是什么意思啊？拉近。哦，真的，跟我走。哎呦，飞飞。是他太肥还是我太肥？这边牵不到你，那我能直接……哦啊，拉不上来，拉上来了。其实他没有很重耶，没有妨碍到我。站在这边，
害羞啊！飞飞兔，我刚刚有点怕那个石头压到他，给他站旁边一点好了。这个好危险！什么东东？按右键可以拉长，然后再按一可以让它抓住。过去，有了，然后整个下去，一抓住，啊，所以这个我不会下去，去去去去，突突，空降突突。这边也要空降突突，嗯哼，我这个脸超奇怪的，牵着走。大熟头，大熟头，不知道怎么用。哦，大熟头要先下去。对吧？不对哦。他如果踩在上面，完全推不动。啊！一个甩链，我先给他放这边好了。这个，OK， follow me， 按 R 可以 reset。这时候给它拉近一点，放稳一点好了，推两颗，稳的不行。OK， 嗯，他跟我躲在这边。呜呜呜呜，看不到我。这边好像需要那颗石头，救命哦！哎、欸，啊！这样看得到我吗？OK。我直接掉虚空里，
跟我来，跟我来。我们快走。他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这好像推到一半就死掉了。他这个压迫感好重。好，我妈回来了，我去看她一下。2000 years later。回来啦！成就。
哼。兔兔耳朵。我们两个是不是各一只手变成绳子？石头嘞？他刚不是拿着石头吗？石头怎么不见了？兔兔，兔兔，大熟头兔兔，I see button。你要下去一点，快下去帮我开门。下去吧，拜拜。刚刚好。刚刚好。刚好，上来。我好像不该跳的哈，哎，失误。哎，其实被看到一下没关系，是不是？苍蝇。啊，我刚刚不要跳就没事。那只兔兔在那边等我诶。
兔兔来。你还是信任我的吧，帮我站好。嗯。哦，它最长就那么长，那我要怎么办呢？啊，我可以拿起来哈。好，这样就有点意思了。跳太高。boss。大马驹夫，Thank you。他是鬼魂兔兔，再会。兔兔，拜拜。没了。25分钟。还不错耶，我觉得他可以再把难度再加一些。对啊，不知道那个把它丢下去的地方能不能选择不要把它丢下去。可是这个感觉是好结局，也不算坏结局。因为我一开始就死三次，没有死三次会有不一样结局吗？哦，我以为你是说我死啊，那个字飞出来了啊，那个字飞走了啊，那个字飞走了是啥鬼？
速通，那我再去陪我妈一下，等一下可能玩别的吧。